家暴的危害有多大？这个女人因为漏接电话被丈夫怀疑出轨，对她拳打脚踢，女人怀有身孕下意识躲了下，丈夫居然操起斧头，女人出于自卫一把扑倒丈夫，没想到丈夫是个玻璃人，直接领了盒饭，女人被判过失杀人罪进了监狱，没多久孩子就在狱中出生了。女人叫甄慧，孩子叫明宇。韩国刑法规定，女囚在狱中生育可以在那抚养孩子18个月。就这样，小明宇成了监狱里的开心果。狱警小姐姐心地善良，在明宇周岁时特地为他办了一场生日会，虽然身处狱中仍然充满了人情味儿。这天活动室来了一位新犯人尤美，尤美情绪低落，意志消沉，小明宇上去和他打招呼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，甄慧还因此和他打了一架。尤美其实也是个可怜人，家里有个禽兽继父，趁着母亲不在想要玷污他，尤美为求自保失手砸死了继父，母亲回家后看到继父瘫倒在地，不问缘由将他大骂一顿，从那儿之后尤美便心如死灰，在监狱中甚至有过自杀，还好有狱警看着，尤美才活了下来。明宇看到尤美头上打了绷带，聪明地上前抱了抱她，这让尤美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狱中偶尔会举办文艺活动，甄慧听到合唱团天籁般的声音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，她说服狱长，艺术的熏陶有助于囚犯们重返社会，她希望可以组建合唱团，给监狱带来一点新气象。狱长很开明，同意了甄慧的建议。甄慧又趁机请求狱长，要是事情办成，可以给她和明宇一天的特赦时间。想到明宇从未出过监狱，心善的狱长同意了这一请求。그래요약속했어요。为了组建合唱团，甄慧找到了狱中年纪最大的文玉。文玉曾经是一位音乐教授，有一天她带着孩子旅游归来，没想到丈夫却在家里和学生鬼混，文玉一气之下开车撞死了两人，之后文玉被判死缓，在监狱中一直待到现在。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，但是一对儿女至今不肯原谅她。文玉原本不想再碰音乐，但是看到甄慧乞求的眼神，再想想可怜的明宇，最后还是答应下来，主心骨有了，接下来就是挑选成员。狱友们接连登场，别看他们是一群犯人，到了台上个个都是人才，音色出众者不在少数，只有甄慧是个例外，五音不全的她每次唱歌都会把明宇唱哭。尽管如此，文玉还是开了个后门，让他进了合唱团。一番挑选下来，整个合唱队就差一个核心女高音。这时甄慧想起了孤僻的尤美，她在路过尤美牢房时听到过对方优美的歌声，文玉听说后亲自过去请求尤美加入合唱团，谁知尤美不仅不领情，反而奚落文玉，横竖都是在牢里等死，何必这么苦苦折腾。文玉被深深刺痛，给了尤美一耳光，二话不说就离开了。尤美的母亲经常会来看她，可是她无法原谅母亲总是避而不见，也许是文玉触动了她的心结，发生冲突后尤美主动找过来答应加入合唱团，一老一少伴着琴声说起了伤心往事，尤美泣不成声，文玉将她搂在怀中，就像是抱着自己女儿。尤美的声线极为出色，有了她的加入，合唱队瞬间有了灵魂。不过团里有个太妹总是故意捣乱，甄慧看着很着急，一冲动还和太妹干了一架。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，文玉号召大家敞开心扉，说出自己的心结。犯人们接连讲起了往事，他们并不都是大恶之人，里面有偷窃的，有吸毒的，有放火烧房子的，也有过失杀人的。面对往事，他们大多充满了悔恨。一番交心之后，合唱团的气氛逐渐融洽起来，彼此之间的配合也愈加默契。甄慧的进步尤其明显，以前唱歌总是将明宇唱哭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可以给儿子唱出悦耳的摇篮曲。这天监狱领导过来合唱团视察，在文玉的指挥下，合唱团高歌一曲，精气神极为高昂，一通演唱下来，不仅狱友们极为振奋，台下的领导们也忍不住拍手叫好。合唱团建成后，狱长给了甄慧一天的特赦，但同时18个月的时间已到，明宇也要被送走了。特赦这天，甄慧亲自将明宇送去了收养院，他递给院长一本日记，里面有明宇1岁半前的照片。临别之际，甄慧隔着玻璃和明宇告别，他努力克制着自己跟随狱警离开，快要走到大门口时，甄慧终于克制不住，他再次跑回楼上，收养人已经过来，甄慧远远看着明宇，不禁哭成了泪人。
送走明宇后，甄慧一下没了精神支柱，她在狱中大病一场，过了很久才康复过来。合唱团的乐声再次响起，这成了监狱里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四年后，合唱团的名声传到外头，他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被邀请参加一项全国女子合唱大赛。更惊喜的是，他们可以邀请家人参加，赛后还能和家人见面。狱友听说后都很开心，只有甄慧、文玉和尤美三人闷闷不乐。甄慧是因为想起了送走的明宇，文玉是因为儿女们不肯原谅她，尤美则是对母亲耿耿于怀，这些都被狱警小姐姐看在眼里。她暗中给明宇养母寄去信件，给尤美母亲送上门票，又亲自跑去文玉女儿家，将门票塞进了门缝。她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能力，只能用这些微薄的方式尽力给犯人们带去温暖。很快比赛日就到了，合唱团坐上监狱大巴，开心地来到了比赛场馆。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深深体会到社会的偏见与恶意。罪犯在社会上到底有多难？这群女囚犯因为歌唱得好，被邀请参加合唱比赛。一群人本来兴致冲冲，因为家人会来观看。然而比赛开始前却发生一起意外，一位富家太太上厕所时不慎将戒指遗落，恰好此时犯人们过来方便，于是富太便将责任推给了犯人。很快警察便冲进化妆间，对犯人们展开了搜查。外衣中搜不到，就逼着犯人们脱掉外衣。甄慧性子刚烈，不甘承受屈辱，结果被警察暴力执法。狱长听说后台变故，急忙赶了过来。合唱团代表着监狱的脸面，侮辱合唱团就是在打他的脸。狱长暴跳如雷，逮住小警察一顿训斥，给合唱团争取了上台的机会。此时犯人家属们已经等待良久，文玉带领合唱团给观众郑重鞠躬，接着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。四年磨练下来，合唱团早已火候十足，在文玉的指挥下演唱极为成功，一曲终了，台下掌声雷动。这时灯光突然熄灭，一对孩子手捧蜡烛走向了舞台。甄慧看着领头的孩子，心头止不住颤抖起来。孩子的手背上有一颗痣，正是四年前送走的明宇。母子俩牵着手完成了最后的合唱。演出结束后是难得的探亲时间，犯人们看到家人纷纷哭成了泪人。文玉的儿子也来了现场，经过这么些年，他终于被儿子谅解。楼上的尤美看到这一幕，终于忍不住奔向了母亲，两母女拥抱在一起，就此迎来了和解。甄慧看着长大的明宇，问他能不能抱一下自己，明宇听话地拥抱了他。나도많이사랑해요。明宇养母给甄慧留了一本相册，里面记载了明宇一岁半之后的成长。甄慧翻看相册，一边看一边哭，此去一别，再见不知是何时。文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但是他自己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政府颁布了新法令，死刑将会重新恢复。女儿听说之后内心充满了悔恨，她来到监狱向母亲表达了歉意。文玉抱住女儿，几十年的隐忍在这一刻终于结出了果实。行刑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但是文玉却十分安宁。心结解除后，他不再那么害怕死亡，该来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。动人的歌声再次响起，狱友们用最后的歌声给文玉送别。他是一个犯人，犯下过难以饶恕的罪行，但是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人，他也有可爱可敬的一面。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要是世间多一份爱，少一份偏见与恶意，或许误入歧途者会多出一条折返的路。